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，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。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，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，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。到底是做什么不对代志啊？哪会这歹运啊？去撞到这么歹的歹大伯啦！吼，实在是。他又没有抱怨，而且他很疼小安安呐。哎呦，当然是要抱怨啥啦？那囡仔是伊家己生的啊，伊当然爱饲啊，爱疼啊。吼，讲到这负心汉哦，那心肝哦实在真正无良心啦，那心肝哦去给那狗包去，你敢知啊？不知，这么无负责任啊！人家一个查某囡仔人安尼前途哦，伊未来哦，拢毁在伊的手头啦，真正苦。好啊，妈。哦。好啦，萝卜糕不要吃了，我去买晚餐。不要吃。好啦好啦，看你要买啥，你去买啦。我先，我巴肚也枵啊咧，先照顾。是我装坚强吗？还是我爱面子？明明只有爸爸可以认，有阿妈可以疼，而我却……小安安，你可以告诉妈妈该怎么做吗？哪有法度嫁到到迄款好的查甫人啊？啊，这个，喂。喂，可心吗？是我，你吃过饭了没？吃过了。那小安呢？他在干嘛？他在不开心啊。你送他的那个车轮子坏了，我又修不好。坏了，没关系嘛，我买新的给他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买给他就好了。爸爸买玩具给自己的小孩本来就是应该的啊，而且男孩子的玩具我比你还要清楚。不然这样，我买个遥控汽车给他好了，我小时候最爱玩这个了，我想小安也是一样吧。我知道这个礼拜天是小安安的5岁生日，你让我陪她好不好？我准备好礼物，还有蛋糕呢。我知道我很自私，但你也知道小安她喜欢我啊，她会想要看到我的。你想要来就来吧。
人讲鱼肉甲伊少人，坐船去游港，噔噔噔噔，伊有对阮。哦，回来了。哦，诺梅哦，我是讲是聪明回来讲。怎妈。哎呦，还搁咧叫曾妈，都要叫我阿明啊。嗯，莫叫曾妈啦。哦。好啦好啦，恁恁再改口啦。啊，聪明还袂回来哦？回来啦，伊就搁去买晚餐啊啦。啊？买晚餐？啊，我也带晚餐过来耶。啊，你袂啊？啊，紧来紧紧，打电话叫麦妹。好，好，快去。妈。我啊，买好啊，买好啊。诺梅，你也来了。对啊，我怕你们肚子饿，所以带晚餐过来。晚餐？没关系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多吃一点咯。来，啊 ，Smart， 我有听我妈说，她买了一些产品，都是你买单的。对啊。啊。我妈怎么告诉你的？说好是我们的小秘密啊！什么秘密？你根本就不应该被她说服付钱的。她没有说服我，是我自己要出钱的。不行啦，这笔钱不会还给你。干嘛还我啊？反正这些商品以后都会用在我们身上啊。可是这样……哎呦，不要紧啦，咱是亲情啊！啊，再说哦，聪明买东西哦，上丢人啊，这嘛是应该啊。算讲优化了，对不？不行啦，曾妈妈，你们这么辛苦省吃俭用，才把聪明栽培到现在，他赚的钱都没有拿来孝敬你们，就先花在我们家，这样我会过意不去了。哎呦，不要过意不去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以后恁两个哦，卡拍拼，加油，加生一个白白胖胖又可爱的孙子给我抱，我就很满意的啦，哈。聪明啊，你来看嘛。诺梅真的是一个好媳妇呢，你哦爱护我，甲疼惜伊哦，知道吗？我知啦。嗯，来，吃饭吃饭。啊，对了 ，Smart， 礼拜天你有什么事吗？礼拜天怎么了吗？因为我爸周末会回来啊，所以我妈就想说礼拜天要请你跟曾妈妈过来我们家聚餐，可以顺便讨论一下婚礼的事。哎呦，我吼无想要回去下港啊啦，迄钱吼，甲安排一个什么读书会啊，啊星期日吼又有饭局啊，哦，我逐工吼拢排甲满满的，我足欢喜的啦。若梅，礼拜天我要加班呢，要去工地巡一下。我妈会先到，然后我可能晚一点才会到。哦，好吧，没关系，赶快吃。没关系啦，又不是什么大病，你别关心啦，感受到了。对啊，今天怎么那么有空跑来公司？哦，刚好有一个音乐制作人啊，他约我碰个面，他公司在附近，所以我就顺便过来看一下你。哦，公司在附近，所以就顺便过来看我。不，哎，干嘛挑我语病啊？好了，开玩笑。怎么样，见什么音乐制作人啊？哦，我之前啊把音乐抛在网络上，结果那个制作人听了，他觉得很有兴趣哦，所以想着找我聊聊。等一下，所以你还是要玩音乐，不回东皇上班了？要回啊，但玩音乐是兴趣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兼顾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我这次考试考得超好的，哎，相信不久我就可以回到我的宝座，哎，跟你并肩作战了。回不了东皇，我就惨了。喂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妈啦！哎呦，我妈之前呢，她就说她有一个定存到期，让我跟若男可以去买房子嘛。嗯，我跟若男就去看了，看到很喜欢的，定金也付了。结果我妈说那个钱不能动。哦，这样啊。
现在只好想说把房子去退啊。只是若男又很喜欢，小妹当心管臭臭的不够啊。买哪里的房子啊？捷运站附近啊，走路用5分钟就到了。哦，那地段很好啊。哎，千万别退啊，这个房子呢，以后一定会珍惜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罗西款，我借给你吧。胸不是很小哎，因为你是我好兄弟，我才是玛莎丽的。你在为难什么啊？我说借给你，又不是给你，而且不用利息啊。好了，这样吧，我陪你去看一次那个房子，如果连我也满意的话，就买下来。喂，怎么混凉起来了？好了，自己兄弟别那么啰嗦了，我要去找总经理，一起出去吧。没什么问题，交代下去，让各部门去执行吧。是。总经理，那香港分公司的人事案，我应该怎么回复？哎呀，这个，请进。经理，马俊，你先坐一下。好。分公司的事情，我现在也没办法决定啊，更何况还得跟黄董事长报告。这样吧。你跟香港那边先说一下，下午我会主动跟他们联络的。好的。那没事了，下去忙吧。是。不好意思啊，马俊，坐。你不是才刚出院吗？怎么不多休息一天，这么快就回公司了？总经理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没有问题的。刚刚你跟陈秘书在讨论什么事情啊？这个啊，如果不方便让我知道也没有关系了。不会，让你知道也无妨。是香港分公司那边出了些状况，那边的总经理啊，前几天因为家里出事，所以就离职了。现在整个分公司群龙无首的。我也正在伤脑筋，等等啊，还得跟郑东报告一下，好好商量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啊，对了，你来找我什么事啊？这份文件您过目一下。啊，好，我看一下啊。总经理，请您派我去香港吧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机会。请您派我去香港吧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机会。你要去香港？我知道我毛遂自荐是很自不量力，但是我会好好冲刺的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以你的能力，一定可以升任的。那就让我去试试看啊。只是，这真的是出于你的意愿，还是你有别的因素啊？没有啊。我孤家寡人的，没有家庭的负担，最适合外派的工作。香港的公司也急需要人协助，而且我在公司学了那么久，是时候让我到外面发挥看看了。请进。王妈妈，哎，若梅啊，小马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上班啦？总经理，那我先回去忙了。哦。
生什么事了吗？这我们香港分公司有一个职缺，这马俊呢，就主动提出他想要去那边工作的意愿。小马要去香港。你不是去找总经理要谈公事吗？我本来是要跟他说台中社会的进度，结果他先跟我说了你要请教香港的事情。哦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新的环境一定很多挑战，反正我现在一个人也没什么负担，正好可以去试看看了。怎么了？你好像有心事啊。我只是觉得这样的选择不好。那天我才在跟若楠说，好不容易我们大家又相聚了，所以以后每年照帮圣诞节放烟火的仪式又可以重新开始。哦OK 啊，香港还蛮近的，我可以赶得回来的。可是平常你跟我们还是隔了一大段的距离啊，长久了，你跟我们也会变得生疏。我不希望我跟你，我是说你跟我们大家。大家都是老朋友的，应该会明白。而且，我相信真的友谊不会因为这样改变啊。更何况，我们十年没见，我再回来，我还是感觉你们把我当自己人，不是吗？难道这里没有任何的人或事？训练，我应该要走。那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然的面对呢？也许你眷恋的人，并非不在意。也许。你们如果克服了难以面对的感觉，还是可以留在彼此的身边，互相关心、互相照顾着对方啊。如果换作是你呢？你能吗？你能够这样自欺欺人吗？若美，谢谢你特别来找我。才让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。而我们照帮的友谊，这些美好的回忆，我都会一点一滴的收起来，收在心里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是最孤立。
想大约会是在冬季，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，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，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妈妈，你看我手上都红点，一点一点好痒哦，怎么办啊？啊，你也在发痒啊？该不会是什么叫你？哦，这红点跟我的一模一样哎，奇怪啊，真的是。哎，回了回了，你们看啊，我的脸上这些都是红色的斑点，不止这边手都是，痒死我。食物中毒了啊！食物中毒，这几餐都是很难做的。我，哎，我都是买最新鲜的食材耶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你们那个什么瑜伽老师詹姆斯啊，说什么产品可以接近身心灵，我吃了拉肚子，现在又痒成这样子，他一定是个骗子。说什么可以排毒？你看像我们像中毒一样。产品一定有问题，我不能当冤大头。我们要要求退货。哎，你们稍微冷静一点点，好不好哈？这老师啊，他心灵纯洁，人格高尚，我们怎么那么怀疑老师他开发出来的商品呢？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最近空气品质不太好，所以我们才会这个样子。不能这样执迷不悟，到最后我跟你讲，你就走火入魔了啦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现在查清事实比较重要啦。哎，我妈也有买这个产品，问问看她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，就知道这个是什么美容圣品啊，还是什么毁容产品。对对对对对，有道理。我们看看亲家母她是不是也有过敏，这样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听老师这么说明哦，我就不怀疑的啦。啊，还会不会痒哦？哎呀，老师啊，听到你的声音哦，啊，想养也不想养的啦，也不会养的啦。啊，阿磊，老师啊，要跟你谢谢你的贴身，哦，不是贴耳的指导啦，彩英哦，真的感到十二万分的谢谢呢。好啦，那老师再见了。妈，金江妹，哎呦，你们怎么会来啊？看一看，我们身上都是这些红疹，你看，第一的也是，我们怀疑啊是那个詹姆斯的产品啊。阿妈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身体不舒服还是哪里痒的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怎么样啊。那你在干嘛？没有，没什么啊。哦不，这是哦一种新的舞蹈哦，叫舒服。啊现在哦刚好是练习的时间啊，没有关系，你们讲啊，我耳朵有在听。哎，妈妈妈，你跟我讲的，他说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全身会这样子红红痒痒哦，这是正常的排毒过程啊，就表示说这个产品很有效。哎，
毒过程。对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人哦要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哦给它排出来，这样子哦心灵哦才会纯净啊，白发哦就会变黑发，那脸上的那些皱纹啊斑点啊哦都会不见呢。哎，至少年轻个20岁。彩英啊，嗯，可你觉不觉得有点奇怪啊？我们活这么久，你有听过这么厉害的产品可以让身心灵都变美吗？嗯，啊，以前有的话就不用老输啦。对。那你们老师有没有说要用多久才会年轻20岁啊？多久？我打电话。哎呀，妈，不要打了啦！你再打电话，他又是掰在那理由骗你好不好？我只说个5年10年，到时候哎，你们继续这样花钱下去，那还得了啊？哎呦，赵丁义啊，你现在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样讲好像我们中年妇女很容易被骗。嗯。说哈，两位母亲这个真的非常着重于这个身心灵的净化，所以才会买那么多产品嘛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哎呀，我们又搞不清楚詹姆斯的为人的，他搞不好就是看上了你们这种有上进心啊，所以，总之啊，这个人啊，这个内心邪恶，就虚伪啊，然后用各种的方法骗你们钱，然后就买这些产品，那你说，嗯，没错。不过哈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我老公不是省油的灯。大弟，这一次啊，就靠你了。你是啊，未来的大律师，我们要告他诈欺，然后再把所有的商品都退给他，然后呢，再要求他赔偿我们身心灵的损失。王若楠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我那么容易上当吗？老师说了嘛，说这个产品哦真的没有问题嘛。然后啊，我们明天那个读书会啊，老师也会亲自来指导啊，所以就跟你们讲，就安心用嘛。真的？对啦，老师会来呀。老师读书会要亲身来这个示范指导啊。对呀。哎呦，那个产品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啦。所以啊，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。哎呦，哎，明天读书会啊办在我们家，老师要来，这个真是三生有幸，蓬荜生辉耶。这样子啊，被迷团团转，我像热锅蚂蚁上面就转来转去了。哎，你放心，你自己转，真的，一直老师要来示范。哎，这个，弄完冷的软干。再见，我跟你说，明天要来示范。要，你赶快确认他们这两个妈妈啊，说那个詹姆斯啊，根本不是什么心灵导师，是那种奸诈无比的小人。哎呦，姐，你怎么了？小马要去香港，啊？他去香港干嘛？他跟黄妈妈说，他要去香港分公司当总经理，我怎么留都留不住。请调他香港当分公司总经理，很好啊，工作上的新挑战。你留他干嘛？我先进房间，你们慢慢聊。你问那个什么白痴的问题啊？我哪有问什么白痴问题啊？当然有啊！你想想看嘛，小马去香港，如果以朋友的立场来说是不错啦。但是你把那个立场改变一下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去香港，然后分隔两地，你的心情会怎么样？我当然舍不得啊。对啊，所以若梅对小马还是……哎，不要胡说好不好？你姐要嫁人。这个心情好像的确有点反常。哎呦，大家不要想太多啦。对对对，我有那个芦荟胶哦，听说可以止痒。老师有出芦荟胶？不是，我菜市场买的啦。哦，我去拿来用看看，要这么痒谁受得了啊？用用看也好。好啦，快快快！哎，张丁，你这边帮我抓一下，抓抓。哎，张丁，一点声。大臣，青青，开主，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。也许我生来命苦，这一生遭遇许多不幸和痛苦，但是在我生命最后的这段时光，可以跟我的女儿，跟女婿相处在一起，感受到你们给我的爱，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，就像大臣当初救了我。
并且娶我时那样的幸福。因为爱你们，所以不要成为你们的负担。我是一个没有身份证的人，就让我以及我的故事从此淹没在这深处。大雄啊，打扫的阿姨她不见了，她有没有回大楼啊？没有。那你帮我问一下小珍，看看有没有看到她，好不好？也没有啊。好，那我麻烦你一件事情，你帮我问一下管理员，有消息的话马上跟我说。嗯，谢谢你哦，拜。再想想，再想想看，阿姨她也没有认识什么人，她还会去哪里呢？接触阿姨的时间也不长，知道的有限，该怎么办？啊，有了，报警寻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行啦，阿姨她没有身份证，也没有户籍，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提供给警方，这样行不通的啦。说的也是。你先别着急啦，说不定阿姨只是去附近散散心，一会儿就回家了。我知道不要急，可是我就是很急，我真的很担心阿姨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。老实说，我也担心她会这样。爸呢？哎。妈。妈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，什么事啊？哎。妈，阿姨她失踪不见了，我跟凯叔都很担心她会做傻事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就想好想坏都在一念之间。如果他知道我们担心他，希望他会悬崖勒马，不要做傻事才好。嗯。哎呀。哎，对了，妈，你不是在上班吗？怎么突然跑过来？是有关于马俊的事情，我想你们应该要知道。小马。小马怎么了？小马他想去香港的分公司上班了。啊？我想他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不想看到若梅结婚，所以才要赶在婚礼之前离开。小马这根本就是在逃避嘛。妈，你可不可以挽留小马，不要让他去香港啊？我也很希望他留在台北就好了，可是是他自己主动跟我提出申请的，香港分公司那边我一下子也找不到适合的人选。站在公司的立场，我也没有理由反对他接下这个职务啊。这样，还是我们先去看看小马。嗯。不要说是若梅了，你突然做这样子的决定，对我们来说真的也是太突然啦。嗯，去香港发展是件好事，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私人的理由想要逃避些什么，那我反而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你们说的我懂，于公于私，我的确有我自己的原因，不过我不想在上面大做文章。如果是我的朋友啊，就祝福我在那边能够大展长才。我不想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嘛。嗯，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以我们大家的交情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支持你，也不会因为任何改变去影响到我们的友情的。我懂。所以啦，不论我们之间是谁结婚，或是要调到国外，我们都应该乐观的，对吧？既然你做了决定，就好好的做，你要加油哦，知道吗？放心。好，男儿志在四方，
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，那我希望你的新工作、新挑战可以激发你所有的战斗力还有潜力。我们大家等着你衣锦还乡，好不好？兄弟，谢了。哎，我开个门。嗯、好。你一个人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啊，我以后就照顾不到你了啦，我很干呐。妈，等一下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重点啊！哎，你那么重大的决定，你也不跟大家讲一下？有啊。小马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有度量就要参加别人的婚礼啊。哎，讲什么东西啊你？哎呦，丽儿，我想讲，你才看到姐姐难过哎。有些话不说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啊，姐会希望收到小马的祝福的。我知道，你们大家都很关心我，谢谢你们来看我。这样吧，我到了香港之后呢，我一定会记得跟大家联络的。一定爱啦。会啦，我妈。用欢乐为例。青青姐，我已经问过管理员了。其他大楼的住户能问的我也都问了，可是都没有人看见那个扫地的阿姨。嗯，好，我知道，有消息我一定会通知你的。嗯，好，拜拜。生病送医院，又给他工作，现在失踪了又急着找人。哎，大雄，你会不会觉得青青姐对那个扫地的阿姨？关心的太超过了，我也这么觉得哎。虽然说青青姐本身就是会关怀弱势的人，但是对于那个扫地的阿姨，好像真的是特别的关心哎。嗯，不过这大概就是缘分吧，我想。嗯，我也相信是缘分。大雄。你快点过来看，快点！怎么了？这里有新闻。什么东西啊？这里。哈哈。今天下午在东北角的海边，有位年约50岁的中年妇人意图跳海自尽，幸运获救。不过由于严重溺水，目前已经送往医院急救。警方表示，这名妇人被救起时已经呈现昏迷状况，由于身上没有任何的证明文件，无法查出其身份。希望有失踪妇人的朋友或家属们可以跟警方联络。这个50多岁的妇人，会不会就是那个阿姨啊？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不管了，青青姐说有消息就要通知她，是你说的线索吗？快打给她，什么？网络新闻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告诉我。怎么样？阿姨有消息了吗？小郑说他看到网络新闻，有一位中年妇女跳海，哎，现在生命垂危了。现在有可能的线索，我们都不能放过，去看看好了。好。开柱，有急事你们先去吧，没关系的。好。兄弟啊，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好。谢了。哎，好了，先去吧。好。好。慢点，三叔，去吧。哎呦，他们两个怎么走得这么急啊？还说什么中年妇女啊？现在有什么可以让青青姐这么着急的人啊？会不会是那个女的啊？什么女的？哪个女的？哎呦，就是有一个很神秘的女人呐，吼，啊，她那天来找大臣呐，吼，啊，然后我就跟她讲啊，大臣刚好不在台北啊，我就问她说，哎，请问你找她有什么事？她什么都不说，她只说，吼，大臣是她30年前的恩人呐。后来我在看到那个女的的时候，她就出现在那个美兰小吃哦，啊，就站在青青的旁边哦，我那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疑啊。非常非常的可疑，嗯，这有什么好可疑的啊？这个女的哦，她现在哦探听那个大臣的消息，然后哦再慢慢的接近青青，这个一定有计划的嘛？咦，我怀疑哦，她跟何家的关系哦一定是很深很深很深，然后深到那种30年前有一天哦，她跟大臣怎么样怎么样？怎么样？
神秘女人不就是说大成叔是他30年前恩人吗？怎么样？啊，都被你打断了啦！知道这样，我早就破案了啊，不可以还原真相了啦，都是你呀。妈，你要破案还早的嘞，你还是回漫画店好好练功吧。我跟你们讲了，我等一下哦还要去亲家母家哦去参加那个读书会，我们老师会亲自来指导，我来去做一下头模，准备准备。哎，妈妈妈。读书是靠头脑，跟头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做什么头发？我知道，这个头发哦跟读书是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老师哦看得到。没有时间了，哎，对，赵丁，去沈妈家接亲那个亲家母。啊？这妈也要去什么读书会哦？那当然喽。好了，我回去接，啊，对，小马，我们这样一直讲话都没有顾到你，不好意思呢。啊，妈，怎么会呢？我本来就很喜欢你们家这样开开心心的气氛呢。说实在，小马，你要离开我，真的觉得心里好舍不得。林总，现在表白会不会太晚了？不是，不然聊我们家了，我请你吃饭了，好不好？我妈，我有点事情想想一下，想待在家里一个人静一静。哦，妈，你是小马，不好意思啊。别了，小马，我祝福你。谢谢，谢谢你们大家。啊，你可以要保重哦，吼。嗯，好，不打扰。那记得去看医生。我打，你就是安尼啦。来吧，我送你们。好，小日子，好，小心了哈。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我妈拜拜。护士小姐，我们可以探望他吗？请问你们是病人的家属吗？不是，是朋友。病人的身体现在非常的虚弱，那请你们不要打扰，也不要刺激病人的情绪。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谢谢。这么傻，为什么要做傻事？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我还活着。活着，他在做啥事啊？青青，阿姨，青青，阿姨只是太累了，需要休息，你别担心了。我想要留在这里陪阿姨。好，那
那我去买点吃的给你，你在这里陪阿姨。用餐盘装啊，感觉就很不精致。等一下呢，把我的那个点心盘啊拿出来换一下哈。还有你看这水果大小要切的一样啊，就像那个高级的餐厅一样，要切的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排列的整整齐齐的，这样子哦才会这赏心悦目啊。哎呦妈，干嘛这么麻烦啊？反正都要吃进肚子里面的，赏心悦目干嘛？这个你就不懂了。这是展现品味，等一下老师来呢，我要让他知道我连细节啊都非常的注意这个品味。比品味啊，谁比得过我啊？爱读书的女人哦，是上盖格上的啦。哎呦，什么奥黛丽赫本啊，吼，那个什么窈窕淑女哦，比那个优雅哦，气质好几倍呢。哎，姐姐姐，妈，这妈来了，坐坐坐坐。哎，我们新同学来了，坐菜，你坐，你随便坐哈。哎，坐坐坐，讲话不要这样大声嚷嚷，要轻声细语。好，我现在轻声细语 OK， 可是我跟你讲，待会我遇到那个詹姆斯，我跟他理论的时候，我可不会客气的。赵丁一，你给我进房间。我，你也是，进去。快步，快步。气质，欢迎你来，客人来了，客人来了哈，坐一下哈。哎呦 ，Sherry，Sandy， 请坐，请坐，随便坐，随便坐啊。丽丽，家不错嘛。哎呦，哪里，小了点。哎，坐。光太在看书啊？哦，你们来了哦。哎呦，我刚刚没有注意到你们，不好意思呢。没关系啦，你在看书。我也喜欢看书啊，常常都看到饭不吃，觉也不睡呢。我啊，我是看书看到连牌都不打了啦。这位是这位呢是来参加我们读书会的新同学曾太太，哎，这是 Sherry， 这是 Sandy。嗨，你们好。哎，你也犯过敏会痒啊？哎，你看看，我也一样哎，过敏的好厉害。哦。